textbook 啊，all you need 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数据，对于模型精度的一个影响。我这篇文章划分为四个部分进行介绍，然后首先是介绍它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在训练人工智能网络的技术就是取得非凡的进步，特别是在 Transformer 架构发现之后，然而就是这一成功的发现。它背后的一个科学是有一定一是存在一定的有限性，然后发现一个看似有序的线，就是随着计算量或者是网络规模的一个扩大，它的性能会有所提高。这个现象称为一个 scaling loss，Scaling loss。就是一个缩放定律。然后，在深度学习中，就是尺度的探索，就是以这个大多数都是以这个缩放定律为一个指导。然后这是利用这些缩放定律能够实现一个性能的一个快速提升，也就是说提升它的计算量或者是网络规模，然后能提升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个性能。然而他们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探索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就是探索了就是一个数据质量。其实就是人们其实早就知道，就是更高的一个数据量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例如，就是做一些数据清洗，就是现在就是数据集创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能产生其他好处，例如数据集更小或者允许更多的数据传递。然后，在前人的一些工作的表明上，也能证实这一点，就是高质量数据集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就是高质量数据集的影响远不止在于此。提升高质量数据集，甚至可以极大的去改变这个 scaling loss，形象。也有可能使大规模模型的性能与更精简的一个训练模型相匹配。所以说，他们在这样工作中，然后去实现一个fail one 的一个模型，然后去实现就是尽管这个模型的一个规模或者是计算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它也能提升，它也能实现一个，它也能在一个 human level 上一个数据集上能实现更高的一个性能，就是降低了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个成本。然后就是这篇文章主要通过训练一个有1.3B 的一个参数模型，称为一个 fail one，去打破他们现有的一个缩放定律。它这个过程大概有8次传递超过了一个 7B 的一个 tokens，然后对于少于200亿个令牌进行一个微调。粗略说，他们是在就是 task box quality 数据上进行一个预训练，然后这些数据包括一些它包括合成的，然后和一些从网络资源中去过滤的一个数据。然后他们在那个教科书就是 code exercise，然后数据上进行一个微调，就尽管就是数据集和模型大小方面比，就是相对比的一些竞争模型上小一些数量级，就是这张图可以看到的，其实就是最下面一行就是他们这个模型，就尽管就是他们在很 model 小，size 和一个 data size 比较小，但是他们所在那个测试的数据集上表现的一个性能，就是 human level 表现的性能，其实可以看出来非常在有竞所有争力，的对，就也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在他们对。两个上面表现的都比较好。他们的做然法就后，是把这个数据集非常高质量，对吧？对，实现一个数据集高质量的一个方法。然后，这篇文章后面会介绍一些训练的一些细节，以及对它这个模型的一个评估和一个对数据的一些处理，就是数据的评估和一个数据的一个裁剪，并且讨论就是数据过实施这个过程的一些重要性的一些证据，就是数据的高质量，然后最后去研究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数据对，他们的一个训练数据对于他的那个测试数据的一个可能的污染，去降低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似性。这张图就显示了他们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个优势，就是打破他们那个缩放定律。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他们整个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细节，
他们的核心成分就是去依靠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训练数据，然后与之前的一个标准的文本数据源进行代码生成的工作不同。他们认为就是在数据源对于教授模型如何进行推理和算法规划不是最佳的，然后介绍了一下标准代码数据集，它就是涵盖了广泛的一个主题和用例，然后基于对随机样本的手工检查，但是呢，他们也存在了下面几个缺点，就是许多事例不是自包含的，就是意味着他们会依赖于代码片段外其他模块或者文件，如果没有额外的一些上下文，就是很难去理解他们。第二就是等一下，典等一型下，等一下，的，他们这个数据是编程代码是吗？他训练的就。是一个可编程的是吧？它的这个数据，它的这个应用主要是用于代码的生成，代码生成是吧？哦，对，对，在好像代我码刚生看成到领那个域的，对比都是 Codex 什么之类的，对，主要是 Code Textbook 数据集，还有一个这 Codex 些算代码术，段，所以他学的这个资料都是代码段是吧？代码片对，段是吧？是对代码片段的一个，对。学习编码的基础知识并不是很有指导意义，是吗？我们看到许多这些代码片段，什么片段，随就是机样说本他什么，之前使用的标准代码数据集，就是对于学习学编码的基础知识，就是它就是对于那个人类输入他们的需求，然后对于人们对他这个代码的理解或者是基本知识的学习，就是不是特别简单。明白了，因为它有些代码片段，它其实要依赖外面的一些什么代码对，片段，去对依吧？赖一期待些性外模码的一块，些模块，或者要调用一些什么文件，但是如果是你的。没有上下文的话，就不理解它在干啥。对，这是之前的一个缺点。然后，典型的例子不涉及任何意义的计算，有意义的计算，而是由琐碎的或者样板代码组成，利于定义常数啊、设置常数啊、配置 GUI 元素。哦，好的好的。明白了，这是之前的他们那个数据集，就是存好，在的继续往一下个看，缺继续点。往下看。然后后面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去有意的去选择和生成一个高质量数据，然后可以在代码生成任务中获取最先进的结果，然后使用的是比现代方法更小的模型和一个更少的计算，然后他们主要依赖三个数据集，第一个就是过滤的一个代码语言数据集，它是由 Stack 和 Stack Overflow 的一个子集，然后是一个基于语言模型分离器所获得的，第二个是由 GPT 3.5生成的Python 教科书的一个小于 1B 令牌组成的合成教科书数据集，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小的合成数据练习，有一个180兆的一个 Python 的一个练习和解决方案令牌组成的，然后他们就介绍了一下就是怎么去实现这三个数据集，首先是使用基于转换器分类的一个过滤，现在的一个过滤现有代码数据集。然后他们这篇文章是从公开可用的一个 Python 代码数据集开始，然后使用就是Stack 和 Stack Overflow 的重复数据删除版本的一个 Python 子集，就是删除他们重复的一个部分。然后总共包含了3500万个样本，总计35B 个令牌。然后使用 GPT-4 去注释这些文件的一小部分的质量，然后给定一个代码片段，然后这个模型就是被设定为就是能够对就是人类去学习基本编程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能够让人看得懂更懂一些。然后他们使用这个带注释的一个数据集去训练一个随机森林的一个分类器，这个分类器使用预训练的一个编码模型的输入嵌入作为特征来预测他们这个文件和样本的质量。然后左侧的这张图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具有高的一个教育作用价值和一个低的作用价值的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就是左侧的它标明的一些注释或者是基本上就是能很。那基本上可以看得懂，就是它这个对，模块的函数是它有干什模么的，块化，对吧？对，模块它有化，模块化，然后每一个模块呢都有注释，然后对，它的这个参数，它这写的过程当中你也能读懂，
对吧？这定义和执行过程你也能读懂。它就是定义了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教育价值和一个低的教育价值，所以它这然后，个随机森林分类器的目的是用来分类，说你这个数据的质量高低吗？对，是的，就是啊，所去，以啊，哦，它训练出这个随机森林分类器之后，然后再把这些这个 Stack Overflow 里面这些数据 Python 代码拿过来做训练，我拿出最高的质量的，低质量的我就不用了，是吧？对的，就使用他们。当中较高质量的一个数据进行一个训练。OK，然后而且他还用那个 GPT-4 对这个里面的一小部分质量进行了注释，他还进行了注释，是吧？对，是的，注释在这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合成教科书数据集的一个创建。然后就是为代码生成一个高质量数据集挑战，就是要确保他们那个设立的一个。多样性，而且要尽量避免它的一个重复性。然后多样性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应该广泛，涵盖广泛的一个变法概念、技能和一个场景，并且确保他们的风格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受就是这就是就是前人的一些就是之前工作的一些启发，然后通过在提示中包含一些固定词汇。中选择的一个随机单词子集，并要求他们以某种方式组合在生成文本中，然后创造一组不同的短篇故事，然后他们寻找方法将随机性注入提示，从而生成不同的一个数据集。然后这个合成数据集主要还是由 GPT 3.5去生成的一个 Python textbook 级别的一个不到1B 的一个数据集。然后合成以提供与相关代码片段交错的自然语言纯文本的一个高质量来源，涵盖了促进推理和基本算法技能的一个主题。然后这里的多样性就是通过对生成教科书的主题和目标受众提供约束而获得那等一下，等一下，它这个生成的到底是代码还是生成注释啊？我一下子没看明白。的。在这些通过在提示中包含一些固定词汇，选择随机单词样，等一下啊，并要求他们以某种方式组合在生成的文本中，创建了一组不同的短篇故事。你这是机器翻译的吧？我寻找方法将随机性注入提示，从而生成不同的数据集。不是你这个到底生成是 Python 吗？是不是 Python 代码吗？我理解的是Python代码的这个，相关代码片段交错的自然语言纯文本的高质量来源。所以左边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左边例子是。例子就是他们就是 Let's 合成数据集的 us 一个样本，define 然 singular 后，non-singular matrix。啊，这个是 prompt 是吗？这个对是给对 GPT 的 prompt 是吗对，？Example 是的 consider prompt，matrix。然后下面这个是它生成的代码吗？是的。是这个意思啊？你确定？我理解，这下面是他们文章中给的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合成数据集就是怎么去生成的，就是使用 GPT，然后去根据不同的问题生成的。也就是说，问题是文本，然后它还有一个 example，然后在这个代码是由这个 GPT 去生成，是吧？对的。好吧，再往下看。然后他介绍，第三个就是，Code Exercise Dataset，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合成一个练习数据集，它是由不到180兆的一个 Python 练习和解决方案组成的，每个练习都是一个需要完成的一个函数的文档字符串。这个数据集也是由就是 GPT 3.5生成的。其中引出多样性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约束那个函数名称，特别是对于这个数据集，然后他们在下面部分中，进行了明确的一个进化和一个替代评估，以确保在调和中不会看到与他们的测试数据集 human evaluation 基准测试类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然后下面就是
介绍了一个合成，介绍了他们这个合成的一个生成练习，就是生成的一个结果。你前面不是已经用 Python 生成了代码了吗？教科书级别的代码，然后这个目的是干嘛？这目的是对齐模型以执行基于自然语言指令的功能完成任务。他为什么又要搞一个180兆的一个小的数据集呢？练习数因据集为呢？就是后面他们就是用这个数据集去，训练的，去微调的。我理解的是，它后面会有一个微调，就是，它主要对比的三种，第一个就是有这个，由下面第一个一个过滤代码数据集和由下面这一点，哪里？我这看一一下，点训练的。子集。对，他们是用过滤代码和合成数据集，就是相当于由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就是合成一个 code textbook，然后并在预训练中，然后去获得他们的一个基础模型，一个 framework，然后去获得一个基础模型，然后就是他们通过这个数据集 code 来 textbook 微调去这个微模型。调他们背为模型，然后去获得他们最终的 framework 这个模哦，型。哦，它就分2步，第一步是用对。过滤代码，这个过滤代码就 Stack Overflow 里面那种，子集里面过滤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它合成的，对吧？教科书级别的，然后叫 Codex，先预训练，得到那个 FireEBase，然后再使用这个180兆的，这个练习数据集，电影数据然后再进行进微行调。微调，OK，是的。好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好，那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继续。OK，哦，明白明白。啊，这就啊，对，这里然后，下一个。这里就是他们介绍了他模型的一个架构和一个训练，就是他们使用是只有一个解码器和变压器的一个模型，然后去使用一个Flash Attention 去实现多注意头，然后他们还在并行配置中去使用 MHA 和 MLP 层，然后去遵循一些新的模型，就是如 CodeGen 还有 PaLM、GPT、NeLS。然后他们的一个 1.3B 的一个参数模型的一架构包括24层，然后隐藏维度为2048，他们那 MLP 的内部维度为819232个注意头，然后每个注意头的维度为64，然后比较小的一个，此外他们也用一个相对较小的一个参数模型，就是350兆的一个 FireOne Small 模型，然后这个模型有20层组成，然后隐藏维度为1024，然后 MLP 的内部维度为409616个注意头，它们分别为各为64位，然后它们还使用旋转尺寸为32的旋转位置去进行一个嵌入，然后它们对于预训练和调优，这篇文章将各自的数据集连接到一个单位数组中，然后这个数组是使用 end of text，然后这个令牌去用于分离文件。他们用下一个令牌去预测损失从数据集数组中切片的2048个序列长度去训练他们的模型，并使用带有 DAMW 优化器的 FP16 训练。他们这是一个线性到 warm up，然后再到线性一个，再到衰减学习率的一个计划，然后它的残差为0.1。他们使用一个 Deep Speed 在8 ND 在180这个乘以，GPU 上进行一个训练，然后他们在不到4天的训练中获得了预训练的一个基础模型 FireOne Base，然后在相同的硬件上，然后去进行调优，然后就相当于在刚刚在那个 CodeXcess 上进行调优，然后去获得 FireOne 模型，然后他们需要额外的7个小时，然后。下面是这个预训练，他们在 Code Textbook，就是去获得 FireOne Base，去训练 FireOne Base，然后他们使用有效 P 大小为1024，然后最大学习率为10^-3次方，然后 warm up 超过750步，权重衰减0.1，然后一共3万6千步，尽管这个体积小，计算量小，但是这个模型。
这个预训练的一个模型，其实已经在 QMF 他们的测试集上已经达到了29%的一个准确率。然后后面是他们第二步就是进行一个调优 fine tuning，然后 fail one 是通过在 code exercise 数据集上对 fail one base 进行调优获得的，然后对微调他们使用与预训练相同的一些设置，然后但使用不同的超参数，然后每256步的有效批大小，然后最大学习力10的负4次方，然后每50步0.5 warm up，然后权重衰减为0.01，总共训练6000步，然后并且选择最好的检查点，就是每1000步保存一次，这是一个他们架构的一个训练。然后，这部分就是他们通过这个在数据集微调上获得了一个这个模型的一个。优化能力就是他们这个微调能够提升这个模型的一个理解，然后去使用他们自己创建的一个 Python 函数，然后他们观察到就是模型在调优后对于指令的理解和遵从程度要高得多，然后就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使用我们自己创建的一个简单的 Python 函数？使用我们自己创建的一个简单 Python，我们这在个就想。是我理解就是他给他指定一个任务让他去写。就是输入一个 prompt，就下面左侧左图那个，然后去观察他们就是不同模型，然后对这个指令的一个理解程度，然后生成了一个代码质量。这看起来好像那个 Python 一好像比较好，是吧？是的这个 Python small 一好像的也可用还性，可以啊，对，small，但 small 其实应该是性能差一点，是不是？是的。对，small 性能不如就是它的第一个版本。Small 就是上面他们训练的时候那个较小的一个部分，fail one base 就是他们在预训练的一个模型，没有经过一个后面的一个调优的。对，没有调优过的，所以 base 应该是最差的，对吧？然后对，再是 small 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这个 phi 一就的话应该是是你还最在高一，的，但是我看着这个 small 好像看起来也还行哎，是的也还行，就是它的那个。准确率可能稍微差了一差一点，点是就吧？是，所以它可能是在结构上已经做得让人读起来比较舒服，但其实它准确率可能会差一点是吧？是的，然后右边这张图就是，他们在就是不同的一个，就是黄色代表就是在 stack，就是刚刚第一个一个数据集上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结果，然后。浅绿色就是在 code textbook，然后，深绿色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 code textbook，然后进行预训练后，然后再微调在那个 code exercise 的数据集进行微调的一个结果。然后其实还可以看出，就是，随着那个，模型就是体量，模型就是模型就是计算量和一个模型大小的一个减小来说，就是。Fail one 表现的还是最好的，然后其次就是 fail small。然后此外，他们就是发现，就是通过这次微调，也意外的提高了这个模型去使用外部库的一个能力。然后就是他们的微调不仅改善了他目标任务，就是也带来了一些额外的一些优势。就是这张图就是他们在那个。就是显示了就是 code access 数据集中包导入的分布，就是会发现就是他们这个意外，他们这个就是通过微调，然后提升了 fail one 的一个对外部包的一个使用一个能力，然后。这个我没有理解得很透哎，他的意思是说，他本来微调的时候，他本来训练的时候并没有说要怎么去调用这个外部库是吧？是的，但是他意外的发现，他微调过之后，他这个模型怎么去调用外部的库的能力，居然是提高了，就只是调用而已，对吧？对，就是提升了他们对就是库的一个使用能力，我理解。而且使不相关的任务更容易从预训练中提取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微调不仅改善了，而且使不相关的任务，这个使用外部模型是不相关的任务吗？就是他的目标其实不是要提升这一点，而是
就是他们发现的，就是意外的去提高了，就是这种，反正就是提高了它模型对这个使用外部分 Python 子。的库的一个使用情况，就相当于就是如果给其他模型就是输入一些指定的一个代码任务的话，他们可能有的是会去直接调用库去实现的，可能也有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去写那个过程去实现的。OK，就是这一哦，点是他们就是意外收获的，就是他们那我表想示看，的。这个事件挺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用好外部库，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而且不只是外部库啊，其实你想过没有，就是一个语言模型能够更好的用外部工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相当于就是简化，能够简化它生成那些结果，我感等一觉。下，我把这个录音停一下。哦，我在录音了，好，继续把这个讲完吧。好的了，这部分主要是他们就是意外发现这个提高了模型去使用外部库的一个功能，然后下一部分是一个评估和一个数据一个裁剪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这个模型 FieldOne 能够在 Human Level 上就是表现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性能，然后但是会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 Code Exercise 数据集其实是由那个 GPT 生成的，然后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一个数据污染，就是与他们的就是 Human F 上就是测试数据集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数据一个污染，然后为了减少这个偏，这个污染是怎么产生的呀？对，因为就是 GPT 它可能会，他们考虑到就是可能会与这个会去学习 Human F 数据集中一些相同的一个会造成一个类似的问题，会可能会与他们那个就相当于训练一个数据集和它训练数据集 code exercise 可能会与它那个 human f 就是一个测试数据集中会有一些就是类似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什么，就是为了去减小这个偏差，因为他们那个是有 GPT 生成的，然后他们去。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评估问题，然后在他们小组中一个专门团队去创建的，然后这个团队没有去访问就是 Code Exercise 的一个数据集或者就是模型，他们是以与那个 Human F 相同格式创建了50个一个新的问题，并且指导设计出不太可能再出现在就是现实生活代码库或者编程练习中的问题，然后去。而且最后去使用 GPT-4 对解决方案进行一个评估，然后下面是他们那个评估结果，其实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个其实也是为了避免这个一个数据污染，然后也可以看出他们模型表现的在 Human Evo 上表现的一个性能还是仍然就是比挺较好，高的，就是。他们下面这一部分主要是做一个数据的一个裁剪，可以看出就是在 Code Exercise 上训练导致的，然后他们在 Human Evo 上一个模型性能的一个大幅提升，去为了研究这种提升，然后他们尝试去删除，然后与他们那个 Code Exercise 中与 Human Evo 中相似的文件，然后去修剪他们这个训练数据集 Code Exercise。然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可以看作是一个数据进化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的一个修剪的一个方法，主要下面就是 ngram overlap，就是首先是基于共享的 n 个单词序列度量文本片段的一个相似性，然后他们计算生成的一个 code exercise 数据集中每个就是 Human Evo 问题和每个练习文档字符串之间的一个重叠，然后他们的重叠分析表明，他们的数据集与就是 Human Evo 中一个字母的一个重叠比较小。第二就是嵌入和基于语法的相似度分析，然后基于就是上一个方法的分析不够精细，无法对。Human Evo 和 Code Exercise 中找到相似的一个代码片段，然后相反使用嵌入和基于语法的距离组合，对于嵌入距离，他们计算
代码片段之间的距离 L2，然后其中嵌入来自预训练的一个code 基因 mono 350M 模型。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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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看一遍，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训练导致了基准上的模型性能大声提升。对，为了研究这种提升，我们建议通过删除和训练文件相似的文件来修剪这个数据集。它这样子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 human evaluation 的那个里面的那些文本，你在训练集里面不要看到，对吧？是的，是的，就是尽数据量进化就量要尽量强避一免些。相似。然后我们在修剪过程中，我并且仍然在训练。对，因为他没见过嘛，他把这些都文件去掉了，然后再训练，发现他还是很强大，对吧？特别是即使在积极的修剪了40%的这个数据集后，我们重新训练了，仍然优于 Star Coder。OK，我们认为这样的数据修剪实验是评估性能的一个公平的方法。啊，因为就是没见过嘛，不然你是见的，过了，你再见去过了训练就，其实就，对吧？对。并且比文献中通过基于训练和测试数据之间的重叠度量的标准污染更有洞察力。为了完成期间，我们通过了一个标准的污染实验来开始本节。该实验表明，在这种意义上，并没有受到哦。然后它这个叫 n-gram overlap 是吧？基于共享的 n 个单词序列的文片段的相似度啊，反正就是一个检查对吧？生成的数据集中每一个 human evaluate 问题和每个训练的文档字符串之间的 n-gram 重叠。我们数据它重叠度非常小啊，这是个测试，反正用这个 测 n-gram 试。overlap，还有 embedding and syntax-based similarity analysis 嵌入和基于语法的相似度分析。这个 n-gram 可能分析的不够精准，所以它用了相反使用嵌入和基于语法的距离的组合。对于嵌入距离，我们计算代码片段嵌入之间的 L2 距离。然后下面呢，就说它这种方式那个分析出来相似度也是很低，对吧？对，是的。好，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后面就是这一表，就是总结了在那个数据集上，然后去训练，然后在那个这张表其实就是可以显现出就是fill one 就是 restrain unpruned 的 data，就是在删减后的一个数据集的情况和它那个和 Star Coder 一个模型，然后进行一个对比，对比然是吧？后是的。主要，还是很好，还是还比是他很们好，好啊。对，就是意思就是删除了他们就是相似的东西，相似的一个文本，就是说他们这个数据集还是表现出很好的一个性能。这个 tall 这个单词，这个零点啊，这个函数啊，不，这个它变量0.95、0.9表达是啥意思啊？套就是下面就是 the threshold on AST based GAST 一个阈值的。AST 匹配率阈值，这是下我面看一最下后啊，一行。最后哦，它 is threshold on OK，match rate between calls for similarity check，所以它这个值越高越好，对吗对，这是提前设定的，？OK，哦，设定好的是吧？设定好百分相之当于九一个十阈五值，对，先设，OK，定的，然后进行一个训练。行，那再往下呢？好，再往那下就显现总了结一了是张，吧？好。对，就是总结，就是说他们就是也证明了高数据质量对于那个 scale loss 的一个，怎么说也是，也就是打破了那个不一定非得计算量大或者模型大，它那个性能很好，就是也可以就是通过，实现它那个实现就是通参入就是高质量的一个训练，然后去提升就是模型的一个性能。然后，可能这就个是其未实来，很好理解，这个其实都是的，计算量也很重要，模型大小也很重要，数据质量也很重要。其实这就是训练一个好的大语言模型的几个不同的点，它其实从这个数据质量上面去做文章嘛。这就是说我数据质量越好的话，我就可以让这个模型小一点也没关系，对吧？对的。小了10倍其实也可以的，就是这意思。这个我之前都好像是最近刚发的，好像是那个微软发的一篇文章，这个。
啥意思啊？你说这个，我现在这篇文章，这应该是最近刚发的吧？应该，对啊，是啊，我给你的文章都是最新的呀。这些现实似乎是都不是根本，通过更多的工作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尚不清楚多大的作坊才能克服他们。有趣的是，尽管存在这些错误，仍然能够实现如此高的编码熟练程度。他说什么？他缺乏一些大型模型的特定的领域知识，由于数据的结构化性质以及语言风格缺乏多样性，提示的风格的错误的鲁棒性较差。我们工作证明了，开发良好的方法来创建高质量数据集，推进自然语言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心啊。然而，创建高质量数据集，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对是啊，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对，它带来了一些需要的挑战，当然是。一个挑战是确保数据涵盖相关内容的概念。人们通过模型学习，并且以平衡和代表性的方式。另一个挑战是确保数据真正多样性规范化。这个其实挺难的。你要搞出像参考书这样子的 Textbook 这样子级别的高质量数据，其实是个挺难的一件事情。最好能够自动化的去做一些这个，让大语言模型自己去做这个事情。OK，行。好的。